人生是无止境的探索，为我们心中的那座殿堂。行走有很多可能，我会选择自己梦想的道路。发现和传递生活之美，是哲品所坚持。转眼八年，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巴黎、阿姆斯特丹，我们一直在行走，在探索。人的一生要走2亿多步，可以绕地球四周。我可能已经走了一半，但依然在不断打开新的未知。或许这才是人生的迷人之处，旅途有惊喜，它们来自生活之美。喝口茶，继续上路。